你之前打的也有。我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你这战术是这样吧？嗯，你想说的意思？不是，重点是个嗯，啥呢？重点是个他们不知道为啥就炸自己队友，炸自己队友，并且有一个啊拿个雷炸倒两个队友，啊，我。然后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过去救起来，然后呢，一号就下去直接跳下去给他们连打带补，然后就赢了。老六，绝代圈了，明白了。绝代圈剩四个人，一号一个，然后剩下三个是他们都是队友，是挺嘚儿的他们。哎，月薪10万，抽什么烟有比较有排面？抽个嘚嘚啊！往哪跑？有没有药包啊，家人们？没有药包，有，有药给包，你。有，需要药包？来来来，你要药啊？嗯，给你这个吧。你说谢谢姐姐。谢谢穿 JK 的姐姐，哎呀，这个 JK 不是那个 JK。那是哪个 JK 呀？是人名缩写，人名缩写。JK，JK 不就是制服吗？就那个 JK 呀、行，随你怎么理解。啊。那你喜欢穿 JK 吗？不喜欢，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穿 JK 呢？好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啊！那你以后我会去穿靶 JK 场吗？搜了，有没有人？呀，不穿，不别，穿！哎呀，你别去靶场，好吧。靶场有人吗？万一呢？现在狗分的可多了，为啥狗分啊？喂，这有划分的吗？就是啊，为啥狗分啊？不是，为啥狗分的多呀？因为像现在像你这个段位的，基本上都大部分人都狗分。你这个穿这个，整天问我穿这个，不要你上不去，要我。烦死！嗯哼。你这样打我车，你还打不到。烦死了，不要你了。我开玩笑，你别过来雷我了啊！你技术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不是我打的你的车啊，那谁打的？二号打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打的，你还往我身上来？什么鬼？我都没有冤屁，就是他他打就是你一的。欺负你不开麦。我没有，是他拿冲锋枪打你，我都没有冲锋枪。我都没说啥枪打我的。嗨，也别往我身上赖，我身上也没有冲锋枪。你要开飞机吗，兄弟？我要收物资，我太穷了。靶场那边好像是有轿子的。你们全上下，就他妈裤衩。走了，天天。好去的。看哪的？我操，好肥啊！什么意思？你开车。找个车车。没有车车。这边搜了吗？没搜。我操，你别跳车呀！跳车挺吓人。要不我先去吧？哎，你别随我，别随我，我先去，我先喂，去。你搜那边，我搜这边。你去，但是我这边啥也没有。我这啥也没有。我就捡了30发子弹，大菠萝。啥也没捡到。
要不分你15吧？哎，看扩容要不？不要，扩容要。看能不能找瓶饮料啊？你看，太穷了。我唱的都撇了。红色轿子吗？我看错了吗？没有啊，你可能看错了。好吧，看错了。我在这儿好多那个。这边防空洞搜了吗？那肯定没有嘛，人都没跑过去呢。我这有把 AK。我这里有物资，哎呀满地 M16。 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捡了个 M4。 JK 姐姐可以给我一瓶饮料吗？没有饮料。你看我血都打不满。啊？你看我血都打不满，你给我一瓶呗。我在这找吧，我没有了。拿个锅。呀，警察登记，他不给我饮料。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，给我机会。哪儿呢？给我一个机会。啊，啥呀？没想要机会。天降神掌。我一个人头都没有。全给你们，子弹给我好不？我没捡到，没捡到。AK 子弹。哇，你太狠了。嗯。AK 子弹油。你知道我不能捡。三级头没捡到。我操，100发。太阔气了。操 ，M 四咱带着我了。走啦走啦、哦、我腿都跑细了。走走走走，找个四人的车然后干架。谁说没人头来的？这帮你啥今天啥干死。我两个大包都没有，我不在。不要慌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过了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我操，什么意思？有人吗？没有，他乱开的枪。前面有那个吉普。你看，你还不给我？哎，不给了嘛，只能分一瓶，没别的，这个说完了。哎，
快走啊，穿 JK 的妹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你也没有用啊。清楚，请你说话清楚一点。有枪声。那是四号打的。你放个轿车吧。诶？哎呀！你怎么掉血了呀？是因为你穿了 JK 裙子太短刮到腿了吗？哎呀，小姐不说话了，生气了，烦死了。摇车去吧。摇呗，我有两桶油。行。摇车行，但是这个一号，你把你那个药打完。对呀，你把药打了呀。打你说话声音太小了，听不见你说话。哎，你挨近点，挨近点说。你坐我旁边来。我说打已经打了，血条上去了。啊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，你口水喷我耳朵上了，哎，下次注意点啊。去吧，落了吗？没看着呢。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这个地方，找不到人呀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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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，这里有人，房顶上看到没有？好几个呢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好，三个啦，只剩最后一个啦。死完了。
包呢？啊！你不要过来！你不准舔包，这是我打的，你都没有喊牛逼，你都没有喊好厉害，不准舔。还是没有药呀，那还有药吧？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。嘿，哎呀，真他妈穷啊！我操！没有了，去开我们自己的吧。妹子面无表情，不理我了，他不理我了，他肯定生气了，烦死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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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前方有危险！大仓门口有人，好几个。来车喽！我操！快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完了，我操！我怎么这么疼啊？我操！啊！直接给我秒了，我操！还要补我，没了，死了，我走，我走。他好狠呀，连瞎带补。林达郎，哈啦哈啦，啊，俱乐部的，俱乐部的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俱乐部的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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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打双海呀。叫什么人 ？Hello， 林
不点赞。小郭是小郭不拉屎去了吗？那你喂喂喂，有麦吗？有啊。林达了。不要叫你的小姑啊，他妈待会儿口还要来。待会儿你小姑上来了，整不下去。整不下去，你走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哦、加油，特种兵。怎么跟我宝说话？那我就跟口嗨走，哦、叫上星河。你的宝，叫你的宝身边一个人下潜。你看潜水的潜就拿这事儿总说话，你也不说了是吧？不是啊，我操他妈的，我申请他根本没有申请入队。谢谢奇缘小姐姐送的锦鲤卡，谢谢。他妈的天挑不离间，你是真一把好手呀，怪不得你上不了你媳妇儿的床。对，我听他们说什么，他们在聊什么。你们俩名字挺像，沈浪林达浪都挺浪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我俩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他妈划船都不用讲，要吹是吧？靠他妈浪还靠吹，你他妈会吹啊？你们俩、啊、他妈可真能吹，你他妈多大肺活量？不对，他能不能吹我不知道，你是真他妈能吹，牛逼的很。昨天是啪，我耳麦是一开，他们就得倒。你看我啪啪啪，待会儿你看我操作就完了。我他妈昨天晚上你看我啪啪啪了。哎呦，这操作真的是没打下来一个人。嗯、昨天晚上吹的呀，那爆头死一个，那不是我的。这吹的呀，我不知道啊。你看我表现就完了。哎、嗯。昨天可能吹了，吹起来了，他是真的。昨天晚上给你那俩队友逗得不要不要的了。哎呦，我笑死了，好吧。三号，我们去哪里？三号。你们要去哪浪、啊？浪哪里比较哪里比较适合你操作啊？二号家里。二号家里，二号家里那不行。四号家里可以。啊？二号老公在家呢。啊啊！哪是没有啊？在哪呢？这都胡说八道。你他妈胡说什么呢？他妈的，少了个。少骗个人。少骗个人来家里炖骨头汤喝了，我操！少喝顿骨头汤、啊。哎呦，你看他全身白，套主是谁呀、啊？是白的天使呢。套主谁呀、啊？是不达浪。少多说句话。达浪达浪达浪，哒滴滴哒。我们右手上面有三个，把这三个抓了吧，我看。右下有人机。他们在抢车库，人机啊！他妈的，他就前方有危险！你说他是个人机、啊，他妈还漂亮车！皮肤啦！上来把这收了走。真有，你是真有一手啊！前面一手，后面一手啊！你真是、啊，就是省留一手、啊。我他妈上面一手，上面一个手，上面一个手。嗯，哎，是牛逼的，牛逼坏了。完全插不上嘴、啊。下面一个手，恨不得给你牛逼弄坏了。我说给你牛逼坏了，你他妈呀！你他妈说点人话吧，我跟你说，就你这个主意。是他妈谁没说人话？我想问一下子，你让三号评评理，谁没在说人，谁没在说人话？是你。搞笑呢你们，上来就他妈牛逼人逼的什么玩意儿的？这是我开心的吗？他妈的吗？你吧你，对，方东来说我不说人话。啊，对。对，你不管他对还是错，那首先你们那个用语就不文明。是你编的，你让我闭嘴就闭嘴啊！啊，对呀、啊。这个很意味深长。不管插嘴啊，他插嘴了，给我一顿喷啊，怎么办？吵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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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吵了、哎？就是要收外层了是吗？哎呦，有人呐！我丢，你怎么倒了呀，兄弟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有人，我乱跑呢。
队友好像要来补你了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先别管我，我往五公里走，你们快。螃蟹，你从……哦，那没招了，五栋有人没招了。我都不知道这个。妈的，跳的时候不就有人吗？才想走的。没有啊，我跳的时候没有啊。我们跑吧。我操，扔雷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回警察局来了啊？啊，不对，离哪了？我跳的时候想跳外城，但是我想到你上分，我他妈忘了。没有，我这把有断宝，其实还好。你这么早说吗？那不应该安稳点打吗？打浪你能回来吗？回不来，他俩是两个人。螃蟹给他加上枪，你一楼进人了，可以穿那个门缝，穿那门缝。哎呦，打头了，我操！哎，怪我。上一话，咱俩咱们俩跑吧，咱俩。我觉得咱俩也跑不了，咱俩能跑吗？我吧，无所谓跑不跑，我反正就六分能扣。我们过不去救他了，他必死啊！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我这救不了。他那脸上有个人搁那趴着呢，打不住啊！不是脸上一个，他是好几个。我脸上四个呢。救他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！你夹他吧，喊他组队，把八爪，爸！去你妈的！我俩死了，你他妈夹他！他妈没有骨气的女人，老夫我还没开始操作呢。完美融入分段。哎，他他妈不没过来吗？能打我俩就打了，我俩这就美人计，你懂什么呀？加油，姐姐们！我先溜了啊，拜拜。来了，我操！干他！刚才我那个雷没给他炸倒，那很关键，多掐了零点一秒，掐了太久了。雷给他炸倒了就好打了。哼哼哼哼哼，阿卡大魔王。我过上了船帆，他们在篝火边围观，闭上眼下潜最痛快，谁看见自己两难，一万个心酸。进不去啊，怎么？好啦，你太高了，贝贝。我太高了，我。太高了有错吗？太高了也要被踢呢。有啊。我笑你。谁说话？有。有的是吗？行。我为啥这么想笑啊？你为什么呢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太闲了。
我需要武器。啊，你真的卡谁？再说，挂了啊！让他喷嘴，你看吗？夹子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少主找到了说句话。我们去哪儿呀？老车吧，他们要去拿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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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像也没车呀，这是打野的呀，这是。哦，前面多了四个。欢迎你哥，需要我好你哥。噔噔噔噔噔。电不上，电话累。嘎嘎穷啊！不能轻松，你耗下我，耗着我，你看这感觉。坐直了玩。陈志去哪儿啊？这打野吗？打野的呀，这没有车，只能打野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个红队跳了一队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车。吓一跳。往这边走吧。哎，刚才那个小夹子是几号来着？几号才是夹子？是假的，我不是假的，我都不会，人家都不会夹呢。是这个三号还是四号？
小杂鱼儿，哦对，今天还没召唤小杂鱼呢，喂一下喂一下，兄弟们喂喂小杂鱼儿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，不要按喇叭，不要着急，没有，队友带我来打野来了。什么叫狗分？我是那种狗分的人吗？我是吗？没有，我刚想给你标。我是那种为了上分躲在防区圈刷立马站点的人吗？为啥立不住啊？你快点！哎，你看他，你俩在干啥呢？咱们去哪儿呀？他好像在什么呢？咱们就在这附近打野吧。上去吗？去 M 城，那去 M 城 ，M 城那有。不知道。M 城有。换个车不？你想换的就换，不换吧，把这个油减着，有了，我身上两桶，嘿嘿，你来开还是我来开呀？我来开吧，你有枪。Let's go。好像，哎呀，这还有小轿子呢。这个夹子好像是四号，四号才是。这个好像没搜过，是吧？等会儿看发现。哎，拿的什么枪呀？喷子，两把喷子。我给你把 scar， 你给我喷子。没事。咱俩绕一下，有人咱俩就撩，没人咱俩就搜，行吧？嗯，这个方法可行。嗯。哎！你今天就是确实不太友好。哪天他也不怎么友好。我就看一眼，别打我，我就瞅一眼，没被搜过吧？没有人，没人搜，没人搜。没有，你不顶。我手不好使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，他妹妹撩了，人妹妹都不理我，不好撩啊。可能我这人就不适合撩妹，你知道吗？天性老实，都不敢和妹妹讲话，从小就比较腼腆，老实人，不适合撩妹。我不老实吗？老实的一匹。你现实当中一看到妹子就脸红。我这里有物资。
就羞涩，都不敢直视别人的双眼，害怕。说了你们还不信，怎么撩啊？你们教我吗？你们教我？我这里有物资。怎么和这个四号搭话？有人，停对面，做好停点。一号楼上有。哎呀，完犊子了！下去了，楼下。三号，我这。等一下，哎呀，麦克我二指啊，真他妈气人呐！楼上到了，哎 ，nice， 都死了是吧？死了，都死了。死了，我来救你，哎呦，这手真快，这大哥，我操！啊？什么大哥？你小伙儿，年轻的呢？这小伙儿手真快。对嘛？我刚才那个 Sky 就攻击他，把那个人打倒了，然后我就没子弹了，然后我就立马就换了把 AK。我以为你们打个人机，怎么后来不是那么特别遗憾的小心。你看这个跑哪去了？我连就一个大菠萝。来人了，又来人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哪儿啊？就我前面。我前面。咱们标点不？咱们标点不前。前方有危险。OK。几个人呢？我没子弹。好几个。对呀，你个胆儿真大呀！你横穿大马路。我操！最后一个了，来了，就俩呀，死完了。哎，有没有5.56的子弹呀？来，有啊 ，M4 啥呀？要啥有啥。我给你，要啥有啥。好嘞，来了，给我标个盒子。这上面全是盒子。来我这儿，我就是盒子。啊，行，好，来。不是，我不是盒子，我站着就是盒子。不行，我好不容易活下来了。这家伙算了，你就只能活到五年。大地山嘎嘎猛。哎，干，头屏又断了。有子弹了不？对呀、啊，嗯，有人啊！
学到了吗，兄弟们？下次对面有人架枪的话，你就可以从这儿上上房点帮队友架枪，这位置嘎嘎好。哎呀，这个真会游泳。啥呀？你说我呀？干啥呀？你这是？前方有危险！有人。那边有车。有个吉普车。哎呦，你离这么远打呀？不一样。开车走吧。蓝的，开蓝的，大哥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，开蓝的。咱一眼，你们都没捡吗？没捡。那个楼里还有一个。在哪里？无线投屏，画质不好啊。对啊，在仓里有呢。这个我捡了，这个我捡了。这个是一半的。对，大仓里有一个，大仓二楼。带他去看一下。他们喝完了吗？他喝酒喝完了。变个车皮肤啊，宝贝们儿。没有呀，哥哥们。没有啊，妹妹。那我变一个吧，这个太吵了，不想变了。嗯，这你说的是这个，这反派的人买的比较好呀。还是特斯拉好哎。我有点，你笑啥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我还在捂嘴。我带了几副样。知道。哎，我操！回去，我还急呢。啊？什么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烟雾弹掉了。你烟雾弹掉了？掉哪儿了？我操！我还以为你真掉了。真掉了！我操！你真掉哪儿了？掉了就掉了呗，找不着了呀，算了吧。这对呀、啊。有了，九个，掉都掉了，这样。我下去干啥去了？我是。你叫，我应该喊宝贝，看谁答应。大头鱼、啊。又学到一招啊！我懵了，我懵了，我下去干啥去了？我不知道。下去帮他找针去了，他针掉了。哎，我冻脚。有车。哦，咬我们来了。死完了！又点啥呀？你瞅瞅，我操！图啥呀？咱们不打仗不好吗？咔咔就炫我，就揍我！他们拿的也是 UMP 啊。有六倍镜，有了六倍镜。我大金山嘎嘎猛，车被干冒烟了。谢谢齐烟送的办卡，谢谢。他突然之间过来，我对着我自己的车扫了一梭子。人家车不行的，
不敢开呢，亲们。没有事儿，别害怕，走。没有事儿啊。没有事儿。没有事儿，不要怕，宝贝儿。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只要不创暴枕都行。那有个。不想再做。哦。妈呀！搞错了吗？给我了，兔牙。我搞错了吗？你的胆子好小呀。不是我这个。有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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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那里，看到我这一死，我天哪！快下车，宝贝们。什么情况？他们要顶啊！他们要开车，要顶吗？他们，我操！啊？没啥区别。我操！你别给我封烟啊，兄弟！我操！你是对面派来的吧？是有的，他们不敢过来的，他们怂的一品。找一个，你要干嘛？你要拉出去、啊？你可别吧，兄弟，你拉出去要死的。打我，他打我呀！他好像有病的他。没事，就在这儿等着吧，等个圈吧。哎呀，糟了，都不在圈。他们要开车走的。记了一处地点，别倒！好，深梦啊！我操！不能倒，不能倒，倒不了。我晕死了，别倒！没打包了，不行，没拉我，感觉。这个车没炸哦，兔牙，你站得挺好，我等会你看它崩不崩。哦，你说的真对，幸好你提醒我。找不到地雷不行，有烟包。包香吗？香。给四号送点烟吧。等我了。不丢，他这都能打到我。他肯定能打到我，不然就不能把我补了。不好，我能看到他，但打不到他，我真是疯了。我没大包呢，我操！谁？我没大包呢。
你没有没关系，我有，但是你别死就行。我操，有人后边。是死的吗？不是吧？死了死了死了！太帅了，大哥呀，打药啊！叫毒死了，快走吧！他没有车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敢烫了，不敢烫了，亲们。忘了，走吧走吧，不加不了，太疼了。你刚说了。把车到这边来。你给车封个烟快，不然等下车要被修了。你上车了吗？哎、你把车封个烟儿。等一下，他们要修车，你可以救他呀。啊，救不了了。本来就救不了。我打个药。给这一队纠缠时间太长了。咱们能活着进去。哎哎，你换位，你换位。这里有人，这里有人，换不了，换不了。嗯，换不了。有人，前面有人，怎么办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没事没事。我哪带队友？待这儿，待这儿，这儿可以待。给兔牙打的多多少少有点慌。带这不慌就行。还有人，有人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有个白色的车子吗？把车横过来。不能行。不要往后走了呀！这怎么往后走呢？对不起。哎呦！干什么？哦呦，哦呦，哦呦！你躲一下，躲一下，山上也有人。有人修人车。要的什么圈人的人都傻了。只能等房区的走了再出来。头没了，好像我们两个都没有头盔了呀。我们哎呀，对呀，我才发现你是。对呀，我们这有点惨。不知道，在这没发现，我还以为我隐藏了呢。这。啊，我那头盔是被那个人狙到的。把烟儿，把烟儿切出来。嗯，切了。快落地风，直接封烟。不行不行，后面有，后面有。我就不应该用 UMP。
们不会满编吧？我操！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啊。都封了烟吧，给他封满了。下面有一个，两个。哦，大狙哦！这还给他们刷圈儿。你可能不是满编，是满编早毛你了，我估计。西巴，这么稳健吗？这四个人，这都给我打死了，烟没扑起来，我操！妈的，乱枪打死了，风慢了，风烟风慢了。风烟风慢了呀！嗯哼哼，下一位。科学嘟嘟嘟嘟嘟嘟让我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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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不让我进我想算了让我进，让我进。干。对，阿拉兄弟俱乐部的老板跳出来吧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喂喂喂，有麦打吗？房主呢？吃果。你要打什么图？
都可以啊，海岛啊。嗯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呼呼！他们怎么都不讲话呀？噔噔噔噔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去。帝都台上望帝都送的办卡和圣诞贺。哦，这小朋友的声音啊，我操，小朋友的声音。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。怎么个打法？跳什么地方？小朋友，我操，吓死我了。嗯，先狗后刚。好。先狗后刚。打决赛。打决赛圈吗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反正我又刚不过人家。我只是随口提一下，那就去吧。嗯。两天。两千多，一千九，一千八。一千七百，一千八百。防空洞打野，一号御姐驾驭怎么驾驭？驾驭不住啊！那边有一个队啊。加他微信。行动快点。太高冷了，高冷的御姐，好加呀！哎，有车来了。好像打死了一个真人，
浪费资本。我就说一号小李姐声音好特别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你是在教我吗？如果我这样说的话，一号肯定不会理我的，你信不信？猪猪猪啊，生日啊，今天哦，生日好啊，要不要给你唱首生日歌？最喜欢给别人唱生日歌了。来一首。要不要来一首？来吗？来，我可就放曲儿了啊！哎，怎么那兄弟把那个把妹妹给接跑了呀？怎么？哇，唱完了，唱得好好听。我他哥还没开唱呢，你唱完了，你是不是把声音给关了？玩不起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物资。都还没开唱呢，就好听好听，好听个嘚嘚，来放曲儿。啊，猪猪蟹在吗？猪猪蟹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物资，啊、在哪？我这里有物资。声音太小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哈哈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哈哈！祝你生日快乐，哈哈！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不对呀、啊，这个调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身体健康。祝你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好听吗？还是我自己的调调比较好，他们这个调调不好听。可以吧？可以啊。OK OK， 不用客气啊，不用客气。
有，三号怎么没血了？三号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屁股搁这挂住了，放桶油炸一下。哎，精神！我真是个天才。俩双宿双飞了，我操！带着妹妹跑路了，不行，我得给妹妹抢回来。我操！怎么回事？这四号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呀？我要用我的温暖感化这个妹妹，让她跟我一起，让她知道跟着我能大富大贵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妹妹，你要啥？来。香吗？你怎么摇头啊？不够吗？不是，我够了，不需要了。我的三级甲将快过，就换来了他一个摇头，外加一句冷漠的，我不需要了。错付了，我走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走，别拦我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四号也是妹妹。他声音为什么这么像变声器、啊、老三下来。怎么这四号声音像变声器呢？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等我再收点去找四号妹妹。我又捡到一个快扩。一号带着四号又走了，啊，什么情况？他们两个是双排吗？三级包给他，不给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，他们俩肯定是一伙的。要及时止损，
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哟，轮胎怎么打滑？我需要子弹。地上八十发。哎，听的声音也不像男的呀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既然物资满足不了他们，那我必须展现一下我的雄风，用实力征服他们，好吧？看我杀起来啊！还有33个，减去4个，29个。录屏打开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看我操作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找个车先接他们一下。让他们帮我挡挡子弹，哎，不是，让他们帮我打打人。把这个3号接上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3号，来，走了，走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上车，那边有个车，我们可以去追。前方有危险。哎，快！前方有危险。哇，这什么鬼？救一下呗，救一下。二号，4号。我操，他怎么打的我？完了。下的死了。我想我都不知道那人打的我，我操，都没看着，抽下来2个都被他们救起来，不行啊，这不能让他们救我。2个啊，开个警报，我这腰都直不起来，天。噔，揪起来了，给。我得小心点啊，我不能倒啊，他。不能倒了，倒了没人救了。为什么我这个背包能装这么多东西？我这里有物资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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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得喊小李姐扶我，为什么？小姐姐是有什么？哦，我不能叫二号、几号啥的，是吧？不够亲切，是不是？怎么进我的车队？嗯，你问他们那些进了车队的，他们应该知道。咱们进去。炸没了，他的房顶，房顶上不就队友的，这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不是这死了，死了尿皮，小猫咪怎么？这个人怎么不下来救队友呢？盒子呢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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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Sherry。能跳吗？我也掉下来了。我又掉下来了。我差点又掉下来了。高度够了，没转过来。哎呀，他哥的劲儿闭上去，怎么回事？手太冷了。快上车！看，最后再跳一次。不掉了，不掉了。那有些时候那感觉来了一下就上去了，就找不到感觉。哇操，没人了呀，只有八个了。那淘汰王，淘汰王都还没拿呢。我操，这样怎么征服妹子啊？这样不行啊，这样不行啊。我操，哦，别打架了，哇，打起来了还。哇，还死了一队，我活。大哥的搁这儿打架呢，着了。看来下一局只能和他们说拜拜了。这身上的这一队。
记了一处地点。队友全没了怎么，我操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我死啊，这不应该啊，我操，我打了这么多枪他锁住了，我操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怎么又是这首歌？想插一枪，好可惜。我操，两枪给我打死了，干，爆了微箱头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拿一 K 他应该死了， M4 伤害有点低啊。冰仔对对，好友拉你了，号主是谁？找到了说句话。果分吗？果分吗？果分吗？啊？果分？果分？对我们果分？带你们果分？什么？带你们果分？真的吗？带我们果分？有麦有麦，狗分狗分，可以。我不背锅。啊，你不背锅什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车千万不要给它开，知道吗？你已进入一级，这车开了就命都没有了。加油，我们能，你，反正我也不能开，我开了就得死，都得死。妈，我都忍不住了。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但是这个一号呢，他直接就上手开了。我管，我不承认。谢谢林夕小姐的圣诞贺函，这寻啥衣服还蛮好看的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嗯，我像是那种会狗分的人吗？方便，
是颇感。他要去坡岗，找有没有车位，看一看有没有。呀，我这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后面有一队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后面有一队啊。那边。哦。问题不大。问题不大。你有吗？嗯。快上车，胖胖。上了，上了。好的。胖胖。对啊，你不会以为我叫月半月半吧？我就叫你月半。哎呀哎呀，啊！中！什么车？哎，你怎么在开车？你为什么要开车？我自信啊。慌了吗？怎么我叫我自己？那找了辆破车。人四号，四号叫胖胖星儿，没看到吗？越半越半仙儿，我挤一挤就有。胖胖仙儿，挤。我也下来。哎呦，这跳不过去吗？这里迟了。他喵的，人机啊！我不是，我跟胖儿有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毫无关系。彪子，我来打。你开车都不行，你还打狙？我操！已经是我的了，已经是我的。给我打困了，是什么鬼？曾经的王子。呵。上一把开车撞人脸上，死了，四个人都死了。曾经的王者，想笑就笑出来，我能感觉到你在颤抖的笑，但是偷偷的笑，藏着。我很自信，我刚才以为我可以撞倒他。呵，一个没撞死。喵的，贴过来一堆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你还差四分上王牌，没事，赛季波帮你打啊。赛季波，你们房管谁还没上王牌的？好难排。
小号就算了啊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小号就别跟我提了。那个屁股。大号啊，大号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有多的 M4 给我标一下。怎么没有二级包呢？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马上新赛季了，又要到了一年一度，不对，什么什么一年一度，两个月一次的熬夜之战了，哇，好快啊，感觉不知不觉又是一个赛季了。又要熬夜干战神了呀。嗯哼哼哼哼。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哆哆哆。这个是一人只能打一次吗？对呀，来来过来过来。我们跨个年，快勾起我的肩膀。什么？跨年啊！来呀、啊！不、哦，他要跟我跨。呀！啊，挺肥呀、啊。哎，这个 M4 你把 M4 拿了来。哦，有 M4 吗？有有。加油死干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我需要子弹。那我给你子弹。给你一半。好的。这有个步枪消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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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陪你们跨年吗？可以啊，十一点半的时候开播啊。那个人机啊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开播干啥呢？开播吹牛皮。那个什么，跨年演唱会啥的也不让转播呀。我这里有物资，需要5、5、6。开房间放烟花，怎么放？放那个什么直升机那个烟花吗？可以啊，十一点半开播，然后搞个房间进来一起放烟花，是这样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在楼顶上吗？噔。OK 啊 ，OK 啊，可以可以，十一点半啊。你再仔细搜一下。我等你们，不对，你们等我。那有个一二十发吧。有。车停哪儿去了？七六二子弹你们要吗？七六二子弹我有300多个。你有八倍镜吗？我有4倍。嗯，那我不要了，我有6倍。你过来还挑呢还？我要八倍镜呀、嗯，我打狙呢。天哪，他还挑？那不得挑一下？我都有6倍了。没有，哎呦，不要。
要要要要。啥？给你那个呀，九八 K 啊。我要八倍。没有，我有四倍。给你个四倍。四倍我有。再给你点球。想播？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。一起放烟花。那我就不给你了。好，这把吃鸡了。哎呦，可乐，哎呦，可乐饮料没有，我一把不是一把，一个可乐橙汁都没有。你俩快走吧，你俩。没有。我们都走这边来了。我捡了三桶油，天哪！我打去马的一匹，看好了。那个、就在那个新年那个地方，他没有。你看好了，这把我秀给你看了啊！教你什么叫顺狙、近战狙、冲锋狙。变一下。哇，你俩是在跑吗？对，我俩赶跑等你呢。牛逼！牛逼！哇，好厉害呀！没被撞到。哇哦！换车吗？不换车我就加油了。不换吧。哦，就在这儿。我这里有物资。等错，等错。扩容要吗？哎呦，点错了。不有。不要。我不有。可乐，极光模式是什么模式？恐龙不要我扔了。圈怎么会没有人气呢？开信探头设置，开信长按，转动视角关闭，探头长按。转动视角也是关闭。明白了吗？人机操作，你看一下。哎，我开个车。哦，他们是真正的狗飞啊，这是。圈都不带进的。来上车，家人们，带你们上大分去。好专业啊！那必须的。感谢大哥送的跑车。你看那个叫什么？你看那个漫威的电影吗？哪一部？就所有的大概我都看过。你要问什么？哦，不是我问什么，就是我上次看到一个段子。嗯，那个三代小蜘蛛，
他不是有一个那个跳热舞的视频，穿那个小裙子跳热舞的视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反正就是那个三代小蜘蛛在参加综艺节目的，然后跳热舞的视频，然后就放出来了。放出来了之后，然后有网友在底下评论说灭霸点进直播间，然后并且送了十个响指。就是一个段子，就很好笑。明白了，就不想看他跳呗，太辣眼睛了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对，然后还有说那个陶总，说陶总进入直播间，然后并且收藏了直播间，分享给那个什么，就是他的好友，忘记是谁了，好像是星爵，给我笑死了。左边塔那边有一个人刚才。这个笑话好冷啊。好像有人上去了。防区呢？打架呢？好像。就那个电塔那里有了。OK 啊 ，OK 啊。这里吗？他们上电塔了，看到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操妈，高科技两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前方有危险。好一个。又打一个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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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打两个了，冲冲冲！上车上车，兄弟们！快上车！上车！左边那个，哎，有个跑过去了，人去救了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撞死他！干活了，撞死他，撞死他！碾压，碾压，不行，碾压！哇，你们看，那边还有一个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感谢大哥送来的人头，谢谢我大哥，给我大哥点点关注，给我榜一大哥点点关注。绝对是专业的。你头错了，弹一个嘛。哦 ，shit！ 这啥呢？何必呢？教学，学废了吗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来了。开车，大隔天，大隔地，大隔顶天又立地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来了。有没有礼物？欢迎我大哥。像吗，兄弟们？像不像？有，这边有个盒子。有个人在飞。像不像某手的 MC？ 在哪儿飞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两个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那边有一个。对对对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MC 清风。看不见了。大船大船。哎呦！出火了，给我自己吓一跳。
两枪头是吧？我去打的嘎嘎准，嗯，睡个觉，让我爸妈睡，怪我喽。三枪平底锅。大餐大餐。大餐。那叫啥？是，我看看。哦，一枪头，一枪头。没打啊，大餐大餐。虎牙主播这波永远不亏。是斗鱼还是虎牙的？这波永远不亏。这波不亏。血钻啊，要倒了，头没了，甲没了啊，三枪啊，哦哦，一枪两枪三枪四枪，我操，五枪六枪六枪七枪八枪，我操，一枪不中啊，我操了。气得在那儿捶玻璃了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走了走了，兄弟们，刷圈了。三号在打人，这两枪吓死三号。前方有危险，吓死了。哎，车在哪？这波没地方去啊。这波咱跳海里。走走走，上走上走。直接在海里闷着，有地方去。走，不可能。前方有危险。那房区有人呢。都待这儿，就待这个地方。嗯，后面不会有人吗？后面有人过来扫他。开飞机哇！掉有人开飞机。我插一枪。你这是把飞机当成跑车在开呢？人在那儿。他死了。怎么敢的？这儿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好几个，好几个，几四个，几枪头了，一枪头。你妹的，把车给卸了。枪头，我靠！行，那车开到这边，我想把车给炸光。前方有危险。